你不是叫我少喝咖啡吗？何况我这几天也不能喝。知道，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里面是我特意为你冲泡的红糖水。所以你觉得我要不要调个岗啊？公司是可以换岗的。是啊。嗯。那你说说，你说哥哥是副总，这公司除了你和副总之外，谁会不给他面子？对吧？那我去哪个部门都差不多，是吧？嗯。嗯？嗯。懂我意思，你嗯什么嗯呀？哎，我这缺个助理，你来吧。那你觉得我行吗？那有什么不行的？你这能力当助理的屈才了。也是。不过有条件啊。嗯，你得帮我看着点袁歌啊，让他劳逸结合，不要光想着工作，该玩的时候要玩，嗯，是吧？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你在该帮忙说好话、该出力的时候，这些事情你要做，知道吧？嗯，懂懂懂，成交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嗯，合作愉快。谢谢老板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助理的事包在我身上。好嘞，走了。哎，你真不买单？没带手机。你我怎么这么抠门呢？我都这么穷了还压榨我，难怪我家哥哥不喜欢你。真是，都给他吃了。杜总好，杜总好。你不是叫我少喝咖啡吗？何况我这几天也不能喝。知道，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里面是我特意为你冲泡的红糖水。谢谢啊，快趁热喝。哎，你有没有别的事啊？有。什么？昨天晚上给你发消息，为什么不回？嗯，昨天我睡得比较早。胡说，看你明明一直在输入。没有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以后发消息要回，隔天回也可以。你还有其他的事吗？有。我不是说一直缺一个助理吗？眼下正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哦，那你把简历发给王姐，让她替你安排面试就行。我说的人就是谷峤。谷峤？嗯，我跟他商量过了，他也同意调职。你们都聊过了？是的。哎，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？没有。今天晚上我要跟谷峤好好聊一聊。也行，你俩聊吧，我先撤了。你想去杜秉文那儿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？哦，我看你最近公事私事一大堆，就想着不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我再忙也不耽误说你的事儿。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怪我。主要我觉得调岗是小事儿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你的事情有我不在意的吗？你跟我说过入职舒美就会踏实工作，可是现在呢，你连实习期都没有过就想着要调岗。是我理解，市场专员呢事情是比较琐碎，所以会很辛苦，但是我也跟你说过，
你想要在职场立足，就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。谷峤，你不能光想着靠关系去走捷径的。你是觉得我一点都不努力是吗？我也想好好工作，可自从他们知道我是你闺蜜之后，什么都不让我做。哥哥，我不害怕辛苦，我也想一步一个脚印，靠自己的实力闯出一番事业来。可是你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？我去找杜秉文，就是因为知道他不会因为我是你闺蜜而什么都不让我做。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我之前都没有站在你的立场去考虑过问题。之前在 KTV， 我看他们都针对你，所以当时一心只想着帮你出头，没想到居然给你帮了倒忙。对不起啊。那你既然现在调岗了，就调吧。不过我要提醒你啊，你到了杜秉文那里呢，千万不能有所懈怠，反而应该更加努力。因为只有你做出成绩来，这样公司谁也不敢小瞧你，知道了吧？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这还差不多。喝个柠檬水。不喝，太酸了。喝了会更美丽、美白的。